不好意思，千叶。不要，太贵了啦！帮我们去吃三妈好不好？哎呦，这太便宜了啦！还是我们上网找一下。赶快去！去啊，去！看这家餐厅好像不错哎，哦，这台店以最大的论坛 PPT 为主，还有电脑设备，然后也可以用电脑来点餐，你们要不要？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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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看看，去看看。我下载好点餐系统了，我们来点餐吧。我们要吃什么呢？我要吃这个。好。那你还要吃什么呢？我要这个。这个。前面那个。这个。哇，一到餐厅就有东西吃哎，好棒哦！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有线上点餐了呀。哎，我还想再喝一杯饮料耶。你租我？不用他喝了啦。你在干嘛？我在点餐呀。哇！刚刚网上来说他们是以 PTT 为主题的。什么是 PTT 啊？我们来问一下服务生好了。请问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？我们刚刚在网上看到的是以 PTT 为主题，这是什么呀？ PTT 目前是台湾最大的论坛，在 PTT 上面你可以找寻与自己有兴趣的伴。我们餐厅就是运用这样的概念，让大家可以来到这个餐厅之后有不同的包厢，欢迎你们下次来包厢玩。哦，这样子啊，那不然我们下次就来这间包厢一起吃饭好了。好啊，差不多了，走吧。好啊。好啊。结账。好。成为本店的会员之后，消费都可以优惠哦。同学要不要留下自己的资料？好啊。好，可以。好啊，可以，可以。这是我们本店开发的会员系统，同学要不要留下自己的资料，加入本店的会员？好啊，好啊。到，就是这样。欢迎欢迎咱们 PTT 的哦。我们刚刚三位有定位。就即可点餐。哇，哎，这可以点餐哎，可以点哎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来点。哎，还有网路哎，可以玩哎。PTT 什么是 PTT 呢？是一种网络系统，分享各种各样的资料，也是一种年轻人的网络。这个 PTT， 也许呢您是乡民，也许您不是，但是我们每天看报纸啊，看杂志或者是看电视，总是会有很多乡民说，还会翻拍一些黑底白字的画面。他们到底是什么呢？他们其实就是魅力非常疯狂的 BBS。但在台湾的 BBS 最大的使用族群呢，就在以官方的数据来看，大概是150万人。那每天尖峰时段两个站 PTT1 PTT2 同时在线人数大概是150000人。逛 PTT 这个每天超过450万人上线的全国最大社群网站，看看这个引发上千人网络征文，看来 PTT 往后不仅存在虚拟世界里，也要进入广大乡民的现实生活。经由刚刚那个简单的短片，相信大家应该更明白我们的餐厅的特色了。我们餐厅是全台湾唯一用网络论坛 PTT 为主题的餐厅。不止这样，本店还采取高科技的点餐方式，不但可以利用手机预先点餐，还可以利用桌面上的自动点餐系统自行点餐。我们利用高二所学的 VV 写了一个点餐系统的程式，这些圆圈按钮是显示餐点图片，好让顾客参考。按旁边的方块钮则可以直接点餐，底下有增减符号则可以让顾客选择餐点份数。当我们按下显示菜单时，顾客可以了解自己所点选的餐点，再做一次确认的动作。旁边我们也有设定结账金额，让顾客知道消费了多少钱。确定点餐后，按下上方的确定点餐按钮即可，顾客所点的餐点就会送到厨房。若有需要服务生时，即可点下服务铃。